下面这是我们的转印模，就是把图案打到模上，我们再转印到衣服上。我们下面区分一下，就是那个用手搓一下，搓边缘，搓个角。如果感觉下面有一点涩涩的感觉，那就是反面；如果就是有一种滑滑的感觉呢，就是它是上面，因为上面是铺了一层粉，所以说会有一点滑滑的感觉。我们要把墨打到这层粉上面，所以说它会更好的吸墨，更吸墨。那如果打印的时候，如果实在分辨不清楚的话，我们可以就随便随机就给它粘，就是固定在这个平台上面，我们打印一下。如果那墨打印的时候它是散开的，就是成不了图案，那就是我们打印到反面了。如果说我们打印的图案它正好就是我们想要的图案，就是成图案了，那说明我们就打印到正面了。